朕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也知道大冢宰迟早会容不下朕。或许朕并不能成事，但朕绝对不会妥协放弃。更何况有四弟在，日后朕打下的根基也不会白费。他，对，他。只怕他现在还在想着怎么向大冢宰交代呢。日后你会明白的。 朕受的委屈你能看见，但四弟所受的委屈，你看不见。皇上，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，大臣们怎么说我都听到了。朕该怎么说呢？四弟若是个不可靠的人，朕又怎么可能把你放在他的身边？皇上，皇上的意思是说，我错怪了宇文邕。朕只是不想你误会四弟，四弟所受的委屈。 比朕还要多千万倍。这都是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。若不是四弟左右逢源，卑躬屈膝，传递消息，制定策略，只怕这大周的江山早就意味他着了。原来，朕怎么会不知道四弟心里的苦？他不止在朝堂上左右逢源，更是千方百计，在你面前掩饰作息。 他是为了试探我，是不是真的失忆，防备我，怕我是大冢宰府的细作。你很聪明，更应该明白四弟的心。那皇上为何就不怕我是大冢宰府的细作？怕，但更怕的是，你和四弟受委屈。 如果真的有一天朕不在，你要好好照顾四弟。不，不会的。纵使是秦始皇出海寻丹，修建了天罗地宫，终免不了一死。朕不怕死，朕只想看你们幸福。 又来这里了，你真的就这么喜欢这里吗？是啊，我喜欢。袁青锁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这又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难道竟是你的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都是你的吗？我以为。 想你说过的话，我说过的话，你说，你永远都不想再见到我。我也是，一只大冢宰府的走狗，怎么配得上姑娘？对不起啊。不过是为了离开这里吗？用不着这么低声下气。你的人缘还真是好啊，胡绿光大将军派人专程送来皇宫给你的，恐怕会有什么惊喜吧。 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皇上没必要这么做。若不是皇上跟我说，我怎么会知道，原来你受了这些委屈？你是个好人。怎么，想去大冢宰府告状？
我不会出卖皇上，更不会出卖你。其实我知道你对我也没有那么坏。爱恨渺无成伤，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，彼岸花的泪是我在尽头等待。其实有时我宁愿你不要这样聪明倔强，起码不会让我觉得我失去你。还不是都怪你嘛，谁让你跟银豹私相授受，我可什么都看见了。银豹除了交给你桂花砂糖糕，还给了你另外一个小包。你还真是，怎么不敢说了吧？看吧，珍珠粉，大司空府里可多得很，你干嘛要大冢宰府的珍珠粉啊？这可是无尘道长给我的治病良药。你生病了吗？是啊，病得厉害。少骗我了，你分明就好好的嘛。是这里的病。无尘道长说了，吃了这个药粉，就可以忘记一切烦忧。那个道士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怎么，你关心我？你不想看看狐狸光大将军送你的礼物吗？后天他就要离开长安城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回家，对，回家，大司空府。